记者方慧宗台北报道。第六届台北101顶级珠宝腕表大赏金七日正式揭幕，连续几年领衔登场，堪称大赏御用名模的李小涵为伯爵 Limelight Mediterranean Garden 系列项链与耳环登场，同时以一只1971年古董表演人见证伯爵的隽永设计，古今风范彼此映衬，完美演绎穿越年代之美。台北101顶级珠宝腕表大赏于四楼都会广场展区以时光美术馆为设计主轴，打造成美术殿堂，与正义美学空间携手合作，将空运来自瑞士、日本、美国、印尼、以色列等五个国家，共12幅画作、6件雕塑品，来辉映10个顶级品牌共同展演珠宝腕表作品。参与品牌共有爱彼表、宝格丽、宝玑、Chamonix、肖邦、宇舶表、IWC、沛纳海、伯爵、罗杰杜比等，引人一览精湛工艺的最高艺术表现。模特李小涵佩戴伯爵 Limelight Mediterranean Garden 系列项链与耳环登场，同时以一只1971年古董表演人见证伯爵的隽永设计。台北101购物中心提供，台北101顶级珠宝腕表大赏于四楼都会广场展区以时光美术馆为设计主轴，打造成美术殿堂。台北101购物中心提供，伯爵 Limelight Color 系列32毫米 18K 玫瑰金腕表，米兰网织链带柔软服贴，映衬69型表耳的性感线条。Pineagit 提供，台北101顶级珠宝腕表大赏于四楼都会广场展区以时光美术馆为设计主轴，打造成美术殿堂。台北101购物中心提供。